开始跳绳。他只差那个后面那两根没有抽出来啊、哦，真的、啊，绑上一条线就变成跳绳啦。我就在你的河道前面跳绳，开跳开跳。哇，难道这个今天 Boomi Sports 的整个士气大喊出不死不休吗？今天所有的魔王都给我等着，都等着。我今天一一送你们下去。没错，我们今天 Boomi Sports 就是不死不休。奥数月签应该还没好哦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奥数月签还没好哦，这边要等到一技能转好的话，那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。凯文要勾了，来看一下勾谁？勾的是 Pub 要对一下队友，避雷守护先出来。这一波的 gank 是失败告终。另外一边果然 Holo 是选择往上，哈拉比较了一个意义不太明的闪现，走不太掉。哇，那好像没了，没了没了。我觉得哈娜比这波死的感觉不明不白哎、欸，哎呦，土匪啊！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而且西格斯是刚好 TP 一波抓节奏出来的，这土匪是不是？土匪队拉进草吗？好，出钩，凯运这边咪咪勾了一下，吃了一个幻影锁链，海克斯鬼雷逼了一个凯运的闪出来，旁边勒布朗踏进来，这一波的龙的重这个红 buff 的重击，最后是 River 拿走，这边 Pub 能留住吗？这个凛冬冲击冲了一下，凯运被留住。中路也是有布朗姆的 cover， 不过李信这时间点是往上靠了，想 gank， 但后来旁边 Holo 也知道这件事情，眼睛看到有 Ruby 领着蓝 buff 过来，下了一根眼位，来看看这边怎么处理，先打 Rocky， 可以 TP 的 DH 选择先打 Rocky 旁边的 TP 进来，布米斯会选择先往上打，应该是目标要杀哈纳比，这个 Q 三闪是小 fail 了一下，那这个锁链也没签到的前提下 ，Pub 这边是被踹了出来，高举了一手盾 ，Maple 机场进的还不错，哇，一个就能刷进来 ，Pub 先被放倒了。那这个团战还能进行吗？有点难哦。哈纳比这边还选择往前刮了一下，被幻影锁链给牵住，然后刚好也是凯文到会战现场的这个瞬间，再把团给打起来。是，感觉差了一点伤害啊。那这波因为自己状态其实不太好。Oh, round two, round two, round two， 锁链牵没中，劈了一刀 ，Maple 只能用极速逼刺先走。那哦，预示者竟然是进入了 Boomi Sports 的手中。两边都是用 TP， 可能接不太到了。但来看一下这个团，这个 River 是知道自己被看到了，所以他先插一个眼，凯文也插一个眼，确定光场可以 TP 在一个好的位置下。这边先骗二大四二大，往后直接交闪，绝对不给机会。然后他比这边往前走，往前走。然后这个位置你看，这个 Ruby 看起来是链子没链到，这边是后面的话，这个位置 River 踢进去留到人之后，把人踹出来，光场再进场定，把这个会战线给卡住，然后让凯文勾前面的辅助，先激活秒杀掉一个，然后再往后再左右的游戏时间。然后不明错的是，虽然只赢200，但是因为他是毕竟还是 PSG， 他对手是 PSG。哦，又是一个幻影锁链签，哎呦，对上 Maple 可以有这么宰制的表现，再换回来被给通粉地给定住，连连冲击。冷冽重击这边缓住的是 Maple 已经被放倒了。凯文的深渊铁矛出钩支援，再个强强冲击把后路给换了，旁边还有个 Pub 盾了出来，变成守护，接着一个冰河炼器的大绝，差一下普攻，闪现补普攻补不到，但 River 吸到血了，差一脱胎换骨哎、欸。那个位置先打破骨甲、啊，然后踩个裂地，但看那完全没伤害，大绝套轰，后来也没有人可以跟上输出。对，这个被小兵当中被反裂，没血没裂地了。而且其实他的大绝持续时间很短，就是那个水晶鞋太强，打那种就出血线就对了。但后面这个位置后来就被先跑进到了凯文反勾接一个阿戴的，但后面这边他们打的其实也非常好了，是，但就因为这一个一下普攻就一下，对，真的一下，我这边有重击回血到，对，因为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勒布朗，哦 ，River 在不可思议的角度踢到 Ruby 换回来，被 Juke 反身牵了一个链子，把 Maple 给定住，又是 Holo 来了，放了一个闪电，被定住了幻影锁链，一瞬踏上去 ，Maple 被放倒了吗？差一丝血。哦，帮挡，哦 River 细节，很不错，很细节，属性相克吗？你以前的那个精神，对，被我拿过来了。哦，哇，那头狼以前是蓝色的哟。对，哎 ，Pub 被抓到，一波暴打，反身是叫了冰河炼器大绝，但是在空中被踹死。哎呀，这边就不小心，但是选择要强杀吗？好像是哦，隔墙强杀，先把兵给洗掉，急速兵士进来，来看一下 Rocky 这边怎么处理，被定住，反正砍了一个 Q3 出来，被踹回好多血，被 Ruby 踹出来，但后面还有一个 Ruby 进来把 Maple 给踏死，选择回头直接打鳄鱼进场，直接被一个 Q3 劈起来，再拿一个击杀 Rocky 剑魔将士，我觉得可惜哦 ，Pub 竟然是一个布朗姆在绕背，真的假的？布朗姆绕背打被动可以，赢 PH 600很多哎、欸，赢 PH 600。这等于赢其他队6000。对，虽然这波是一个隐形的爪子没有看到，但那个点位看定住之后打一套，李信也踹了，就打不死，没输出啊，我吸两口就回来了。他被砍一个那个银血战锤就没了。而且第一时间其实不完全知道这波会可能打起团战来，所以 Ruby 的 TP 也是第一时间下下来。是机器人，
这个二杀四就是这个环太平洋的机器人，哦，开砍，直接看到怪物就往前砍，无所谓。第三组不是康藤勒布朗的角色吗？但他竟然在玩弄 Maple， 只有前面对线一点点，对，后面还是勒布朗用，勒布朗可以六力战。然后 River 其实要不太到一个踢回来的人，就他每次踢出去他没有选择，哎，定了一个勒布朗，再一个泳装，水晶鞋的效果怎么样？另一张来炸了一下，这边是由 Rocky 的剑魔来扛一下，然后一踹把熊给踹了出来，但是反而是被狙击了。River 这边走得掉吗？最后反而是一个勾，凯文想勾，但是反而是勾在了一个分身上面。然后讲到哇 ，Boom 的视野完全性的压制，哎呦，又骗了一下一个永动坟地旁边 River 踢进来，想换结果踢了一个分身，然后正版的 Ruby 是往回跑了一下，再换回来 Ruby, 玩弄，惊人。但是 Rocky 在前面先砍死了 River， 后路也是闪现先走 ，Ruby 还没有死，没有的这个冰刺也没中 ，Maple 是往下爪子先爪走，但是被挖沟给狙击。再接一个巴龙 ，For Miss Birds， 22分半，可以吗 ？Unify 守得住吗？小水球，第一炸弹没有，全部炸了下来，结果都被偷走了，什么东西？结果是技术性引爆，接弹跳炸弹偷了这个巴龙啊！我天，我们先看意思啊，先看 Ruby 这波，他先塔吃了一阵多大，然后纳蒂鲁瑟大也吃了，希克斯大也吃了，位置换回去之后，这个位置往上走踏步，躲掉了 River 的那个。阴险战锤，然后后面按金人被躲了哈纳比的伤害，再往前踏走，然后又躲了 Maple 这个闪现 Q。他这波真的是炸漆魔术师哇！难道碰狗刚刚想说队友不要再戳啦？我自己最爱 K。这个短短的两分钟内，可以看 PH 可以用棒棒要回多少东西？他还会让 PH 不能清兵。对，哎，楚哥这边把凯文先留到塔下 ，Ruby 的双踏把凯文给留住，欢迎锁链 River 是一脚踹开。然后 Ruby 换回回来，刚好开一个惊人吃力炸弹的伤害。来看一下 Pub 是在一个靠墙的地方，然后拍出自己的冰河利剑大绝 Maple 进场的流动本地已经放掉了，被打晕。Maple 要打吗？第二次的复活，但是重新看一下 Ruby， 哦 ，Rocky 直接屠到后排去，直接把李靖给秒掉。哈拉比顶在前面，又被一个震荡冰魔给打晕，欢迎从那爆开，人没了，还在丢，还在丢。哎呦！现在丢死了一个勒布朗，在闪现想要补一个弹跳的炸弹，碰狗地板还在丢，人狠话不多哦。碰狗真的想说，你们不要太夸张。这一把两边都打得很极限呢。但是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，正面进来要勾挖口之后，后面其实 Ruby 又靠在一个惊人，算是很完美的躲避掉了 PH 的 combo。这一波是想要先秒 Ruby， 但后面因为这个大绝是被惊人给躲掉的。然后正面的位置你可以看到 Rocky 在前面扛得非常久，配合冰河裂隙。封堂等于是有点他已经出不去了，他没有闪现，他按了大绝，按了惊人，但队友完全进不来，因为 Rocky 往前爆砍一波，直接把后排给砍住了。那就是后面 Hanabi 有往前进，但还是被布朗姆给晕住，然后电锤电死。但后面这个，哇，面具还烫死了。要不是 Unify 这个 Q 没有中，不然挖孔进入那个领域了吗？没错。那小龙又要被偷了吗？又被偷了，又被偷走了。Unify 好强哦！命运炸弹炸了一下，但这个不太可能再这样点。挖空真的这样玩哦？挖空，他真的这样玩哦？但有没有要考虑转巴龙呢？感觉 PH 不能吃，他吃了就掉巴龙了。Rocky 这边吃到一个炸弹哦，现在是要靠 Unify 的输出来压制了。如果要只能一人偷吃，但是有炼狱炸弹哦。炼狱炸弹炸进来很危险哦，全部人都挤在一起。Boomy Sports 这边选择要吃到底了吗 ？Pop 是吃了一个虎啸龙吟，巴龙血量剩下6000，这边可能要选择要打团。然后 Ruby 绕了一下，一个救援部刷进来，一个惊人，先躲过这个深渊铁矛的伤害。炼狱炸弹炸下来，伤害很普通。旁边 Rocky 准备要进场了，先砍了两刀 ，Maple 反身吃了一个 Q 三 ，Pop 再进来。Rocky 这边再回到了阵型的正中间，用阴险战锤先砍了一下，血量回起来，但根本回不起来啊！ Unify 在这一波打出了一个降治疗的效果，没有人限制得了他。后路一个惊人，往前跳想要收桶，完全收不到。这个团战，伏兵座打的是乱七八糟的，哎呀，被 PH 拉扯开来了。哇，这个选择有问题啊！在挖口这边，获胜告终哦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其实第一时间我觉得。不，我们要选择在这个窄口接团，就有一点点错判地形了。因为这边这个位置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绑所有人往左桥，然后 Rocky 从上面包夹的时候，其实 Unify 对于左边这些人的进场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，就左边根本进不来。他把 C 在窄口，正面卡了一个立三左 ，Unify 就有个 W， 左边的后面那两个输出 Carry 根本打不到伤害 ，Rocky 一个人砍，虽然砍中 Unify 的闪现，但还是当场被秒了。然后 Ruby 打到最后段半段才往前输出，然后 Rocky 也是被逼出闪现，就等于这个团。
打到后半段 ，Boom 的双 carry 在挂网，对，就要先出来扫一波，然后放线眼。哎呦，不会吧？真的是挖哥被踢了，哇，不可思议的角度。踢到了啊！结果踢了一只熊进来，直接被秒掉。Ruby 开启一个怀表 ，Ruby 也是开启一个惊人，再用闪现往回踏，一个强的冲击把 Ruby 给敲晕。然后这边的挖口又重攻 ，River 不可思议的角度踢中对手，这就是兽心的威力吗？好，另外一边 Maple 是进来想扛，那 River 这边跳进来，要结束了，跟着队友一起来保护一下。结束了，哎呀，那这一波补了一手伤害，直接把布拉姆给打死。跆拳道部主将，他已经看到挖口的位移了。没错，在不可思议的角度击中对手。来看一下 Ruby 剑魔将士，好，开启一个怀表，身上有盾，还能砍吗？砍那个 Q 三 ，Maple 竟然躲过这一波的话，鳄鱼重新复活起来，但是 Maple 已经倒下了，举不了，举不了。速度很普通，有金球吗？看一下，让 Ruby 上岸来这边侦测一下对方的配线，但有可能 Ruby 要被夹，先往右边限制了一下 Hanabi。正面的位置 ，Ruby 是撤墙，终于先离开了这个战场。哦哦、一个地狱炸弹炸下来 ，Holo 已经没有血量了，反而是李信这边有机会来接这个巴龙，主要是巴龙回血。对，但是这就是一个引诱，因为对方会说，对方中路没闪，但其实家里主堡要爆了。挖口有 TT 回去换、另外一边是踢了一下 Holo，Ruby 再换回来，地狱炸弹炸下来 ，Holo 是直接半血以下 ，Maple 这边没有闪现，不然就追得到。来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踩炸弹伤害有点高啊，阵型被切开了 ，Rocky 开启大绝、先砍了第一只，凯文一个惊人。但是有先敲出墙上冲击，哇！李信是一踹把 Rocky 踹走，但凯威被秒掉了。这个是有大哎 ，Pop 这边的视野完全没有排干净。另外一边 Rocky 也是中了一下，一个炼狱炸弹炸了挖口，直接炸出了这个魔体深渊的效果。后面 Ruby 冲进来，想要来秒这个 River， 但 River 并没有倒下，由 Pop 来这边挡。我看过这个画面，李信踢布朗姆，但是并不像当年的 ASQ 一样。我现在每次看到挖口被踢到，都觉得很可怕。用脸看 ，River 这边重攻被踩了一下 ，Pop 出了自己手套的盾，哦，那这个打掉手套盾很赚哦。没有眼，空膛闪现差一点点，还没好，是只能靠西格斯来防守了。中路换成是有蓝方的超小兵灌进来 ，Ruby 不断在骚扰，凯文被 Ruby 骗了一个咪咪勾，旁边 Pub 是举了一个盾，把 Holo 炸到底线，那这波巴龙的 Power Play 应该要在这边暂停了，就会很低。对，而且只要选择这种开阔地方。就可以了。哦 ，River 被抓到，是一个 R 闪，但是 Rocky 也是跟着闪线往前砍，被练回来。River 这边的盾好不容易 pop 出来，但左摇右摆的，左摇被放倒了吗？没有，是盾了一个眼睛跑掉。还好有 Unify 赶过来支援 Unify。这个时间点的 Unify， 他有没有这个帽子了？定到了。左边怎么 Ruby 被定到了？没了，可以了吗？叫闪线先跑，强冲击有办法追上两段 R 两段踏步的 Ruby 吗？有。从不可思议的角度踢到对手 ，Ruby 被秒掉了。熊熊是原地跳了一个大绝，但挖口此时要跟着队友一起撤退，还可以走。这一波的 PSG 的拉扯，应该我觉得走到这边，应该不会有人在质疑，就先不论输赢，应该不会有人在质疑说 Boomi 是不是一支弱队的。他们绝对不是馒头，对，他们一定是肉包，他们是有肉包的，他们是有料的。拉扯一下阵型，一直用西格斯的弹跳炸弹在炸。旁边熊子跳进来拿到这个风龙，那来考虑一下正面打团吗？这里的 Rocky 是选择先开了大绝往前压了一下，后头开启一个惊人，一个冰裂线大绝让 Rocky 直接顶在最前面的 Rocky， 好像顶不太住，他身上还挂了一个 GA 砍了一下影子战锤。绝后面的鳄鱼进场之后 GA 两边互换，来看 Ruby 站起来之后，这个做后续的锁链做伤害，选择用强开的方式，但这个就如果硬吃就是50-50。兵线游戏，中线进去了，完了，这可能是一个50-50的 battle， 就看 River 能不能把握住了，亮了 TP，鼻涕了。这边来开团，两边都亮了 TP 了。那这里这边会扫人哦 ，Rocky 这一波是选择留在了原地 ，River 这一波进来被 Rocky 砍爆了。而另外一边下路是结束了，进场三 TP， 直接强推家里面，直接被自杀压制。PSG 在最后48分58秒，三个 TP 直接投降，我谁管你巴龙，我拿下这场比赛。